那今天我们来到了 Wolfsbad， 是一个美食节。那在这里有上百家的世界各地的美食，所以我们会来尝试一下，有美食，有酒，有一些 arts and culture 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起去尝试吧 ，Let's go 啦！聊了一下，我就问他，这个人从哪来？说他已经 like travel 国际的，去了中国啊，好像印度还是 Southeast Asia。就人家会请他去，比如说一些家，还是一些博物馆，还是一些 company 来发货。所以他本人呢是从 Queens 这里纽约来的，所以是超级棒。所以他说你要有一个角度，就站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最好的角度。所以我们再一起来观看一下吧。从那边开始就都是亚洲食物，看到有中国的肉夹馍，然后有看到中国南方的饺子，然后还有珍珠奶茶呀，然后还有来自香港的面包，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我很想吃这个，可是人好多。我们排一下吧。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个美食节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个转转转的土豆饼，然后让我来试一下吧。好香啊，咸咸的，超级好吃。目前是 sour onion， 就那洋葱的，甜酸的，然后加了洋葱的土豆。脆吗？不脆耶。你再吃多一会儿看。边边是脆的，超级好吃。我跟杨散了手，我再来看杨杨他在干什么。到底买了什么？猜猜这是什么？我看到了，是我阿罗 something。需要哪里都不能少了珍珠奶茶。有一些人呢是说女人是水做的，可是我呢是珍珠奶茶做的。好了，那刚我们去到了那个亚洲地区，像我们在就是南美的地区有 Sudan、Brazil、Latin America， 所以 Let's go。我觉得我们分得很好，就好像比如说美国、亚洲、南美就不会说乱七八糟，而且他们是有一个区，所以如果你来到这里想要吃亚洲，你就去亚洲，你不用去看别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亚洲的聪明，亚洲的店人最多哎。因为呢，为什么我们在 Queens， 我们在 Flushing Queens 皇后区这里，所以我觉得比较多亚洲的。我记得非洲哎。对，所以他们15年看起来食物都好特别。看一下，这好多人排队，我看一下。The ceviche is fish with shrimp. And it's cooked in the lemon and all the juices. So it's cold. It's like it's cold. A dessert. Yes. Oh, okay. Well, it's not a dessert. It's actually usually an appetizer. Okay, you like it? Yes, it's very good. Excellent. Yeah.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trying it? Yes, it is here. Okay. Yes. Gotcha.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哎，我看到一个了。Wanna be honest? It's okay. 他就直接把那个东西直接 boom 扔到我手，这好烫。所以他刚有鸡跟牛，我们拿鸡的。你有吃过新疆烤串吗？没有。新疆的。我很少吃串串的，因为我好像干巴巴的感觉，我不要喜欢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错。它的这是六刀，我觉得它的 size， I mean 你在美食节 right， 所以我刚放了 hot sauce 辣酱，所以我们来尝一下哦。哇哦，干可是就很香，我觉得跟 hot sauce 是挺不错的。说到肉呢？不硬不软，就刚刚好，就好像很嫩一样，你吃下去就嗯。
很多只吗？很多只。对啦，就杨洋说那句话。好了，我们刚也尝试了六道不一样，对，尝试了好多不一样的不同国家的各个地方的美食。所以你觉得怎么样？整个 Bulls Fair 整个美食节？我觉得，这个门票其实还是很值的，因为你可以在一个地方同时品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而且你不用说我一定要吃一顿饭，就是你可以每一个地方吃一点点东西，然后这样就可以吃五六道，然后就可以吃得饱了。对，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个，我不懂，就全部我觉得都 OK， 没有说好像吃到了就哇，这是我超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全部都有，好像比如说就是世界各地，所以都有自己带来不同的口味，对，很难比较，我觉得。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所以记得你喜欢我们视频，你可以跟你朋友分享，还有订阅哦，订阅华尔街电视哦，我们下期见，拜拜。